我怎样感谢你？当我走向你的时候，我原想活在你疼痛里，你却给了我整片海。你给我们人生的命定乃是发光如星，天父，我们晓得星星在天上，不管遇到的人有观看或是全然忽视，他总是燃烧自己照亮黑暗。天父，我们求你恩待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们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他们一生在家庭当中、职场里面都要发光如星，也就是要燃烧自己来照亮这黑暗的世界。天父，我们求你赐下一个全新的能力和呼召，让我们知道有主，我们今天就有能力能够发光跟发热。如此祷告祝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天晚上
一个宝贵的晚上，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现场的朋友们，以及祝福名都大酒楼。今天晚上的菜肴满意吗？满意。谢谢名都大酒楼的经理跟所有的服务人员给我们美好的服务，谢谢你们，愿天父上帝一样的赐福给你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晚会在这里就要圆满的结束，大家期待活水得胜教会再一次的在社区当中兴起发光，发光如新，荣耀主名。阿门。